你下去。徐主簿，他怎么样了？他也还剩一口气。当初你们合谋窃取玉带之时，便知晓。 今日下场吧，殿下。小人行此大逆之举，自知死罪，只是为徐主簿言行所感，亦是为殿下想谋的一线生机。 若情势不如徐主簿所料，殿下只管将小人抛出，小人会如实供述，是赵王设下的陷阱，是我等合谋陷害殿下。够了！打伤一个徐昌平已经够了，难道还要再打伤你吗？陛下弃我，是击毙成英，赵王谋我。 是竹豆燃漆，你们都是我的近臣，却也在生生逼我，逼我欺君罔上，逼我成王败寇。殿下，小人真的没有那样的胆量。你是没有那样的胆量，你可知道许昌平是何等心机？他本可远走高飞，却要自投罗网。 他口说不死，却在空阁咬舌自尽，就在刚刚，他挡住我的面，食指俱碎，舌根都差点断了。他居然在用自己的生命要挟我，就只为让我坐上那个位置。可是我不想，我不要。殿下，殿下放心，许昌平绝不会死。顾才人，与赵王一议。 殿下早有抉择，只是不忍看到许昌平以身似虎，所以是该把所有事情全都告诉殿下了。竟然你也知情？不光知情，亦是始作俑者。 陛下，请殿帅进去。太子和五大王进族，待三司会审。